戴夫·萨莫尼一生都在研究世上最厉害的掠食者，现在他要开始调查自然界中最大的秘密，深入世上最奇特、崎岖又危险的岛屿。首次记录，他是警探，也是求生者，更是热血专家。挺进蛮荒岛全新系列，9月5日星期五就在 Discovery 频道首播。